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我的江湖》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哟，还有。T 恤。谁在？老友403。哦，做的 T 恤，真好哈。没有这么自己夸自己。真是的，观众没少费心啊！刚才我要不是我力气大一点，就沦陷了。那位胖哥，张鹤伦嘛，那位胖哥劲儿太大了，好家伙的，哎，差点我的晚节不保。我看你那挺开心的样子，哎呦，吓我一跳。早说给钱啊！要多少我能花到你破产？有机会上我爸那儿看病去。这位大哥说什么？我给你分享一段。他说：“他说有机会你上，有机会你上我爸那看病去。”大哥说：“我怕你妈。”我妈现在挺好的。嗯，大哥也很机智嘛。不说相声，你要说相声就打死你！你要说相声，我不能，我们都算还魂回来的啊！真是的，这一对一对演员哈。这是都很卖力气，是刚才那是刘鹤春春了关鹤白，两位说的那个挺好的、啊、那个下去这样呢，下去休息一会儿，哎，把我们换上来，又该我们了。为什么要说他们的节目呢？您说说自个儿慈善家的不就吹吗、啊、哦，我发现相声演员有的在台上吹的太没边儿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能不能先跟个人似的？我就说这个事儿 啊好好聊天不好吗？你瞧瞧，对不对？有一说一，不要吹、哦、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嗯，这个吹啊，有些时候相声表演的主要手段之一，算是个技巧，就是夸张。嗯，但是他总是就是需要一些简单的语言啊，啊，或者是用一些形象的模仿啊，哦，或者来一些道具呀、啊，啊，对，比方说什么文人墨客怎么样？哎，拿把扇子啊，给您这，啊，对，拿把扇子，哎，文人墨客的感觉就出来了。还是个流氓啊！这是谁说的？西门庆啊！啊，那文人墨客这是，哎妈呀！天哪！待会儿行了，我倒闻出您这骚客的骚味儿了啊！我这有点你父亲附体的意思了。哎，像话吗？健康着呢。文人墨客哎，说话，您兄，嚯，哦，您弟，啊，这哥俩沾上了是吗？年兄年弟吗？文人墨客吗？哦，年兄，小弟有一字不识，愿在兄台面前打听打听。啊，打听打听，扫听扫听，还是打听吧。啊，有这么一个字，上面一个宝盖，左边一个单人，下边一个立刀，后面四点底，这个小弟不认识。我天哪，我他妈也不认识。哪个告辞？那就赶紧走，快滚快滚！您这文人对着骂街，不是、啊、文人墨客的感觉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一拿扇子一扮演就有了。哦，这是道具了，对不对？再说来说，你说别的什么？要不有什么相声，有些什么舞蹈家？哎，跳舞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跳舞一提臀一抬腿，哎，姿势出现了，感觉来了，嗯，一看就站过街啊。
郎老师跳舞有一号，我跳不了。他的口号是给他一根钢管，他能舞动世界。嗯，这今天这不太值，我不能来这个，我怕电秃噜了我。我这不跳这个了，人以前总跳那个叫什么那个穿衣舞，我跳穿没听说过。我就听说过这脱衣舞，怎么脱衣舞那是三俗的舞蹈，人从来不跳。嚯，那穿衣舞怎么回事？人家光着上来，我光着上来，多不要脸呢！不是哪儿的事儿，就光着上来。不是你想的那个，那怎么回事？挡着点，您说清楚。对不对？还捂着脸，对。哪儿的？捂着脸，滴了当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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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怎么回事？还叮铃当啷的？什么叮铃当啷的？你懂的，我不懂，什么？就是拖鞋。我以为是拖鞋呢。那我要说捂着脸，没有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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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毛病吧？这好像少点东西似的。少什么？啊，是少点东西，对不对？这么一刻画，跳舞来说，道具、身姿出现来了，是，好多东西都需要表演。对了，对不对？给你一套制服，马上就是空姐，要拿上教鞭，马上老师。对的，没有蜡烛，我没有。啊，没有蜡烛，我买去啊。就说这意思，都是刻画人物，像角色扮演啊。您还挺琢磨这个，行话叫什么 cosplay 啊。您说那不都是国外的？说这意思。其实我也有自己的梦想。您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哼，是当一个江湖侠客，就是流浪剑客。那不就是当小姐吗？流浪剑客啦。你们什么口味啊？哎，我说一上台咱就有钱收呢。流浪剑客，我枪呢？您不行，他那个没有叮了当啷的啊。怎么的？流浪剑客知道吗？就古代的英雄侠客。哦，您说大侠呀？对了，古代的大侠。哦，武林高手。对了，你来不了。凭什么呀？人家那都是有功夫，我问你，凭什么？这钢管我还得用呢啊！我给你擦擦，擦擦就不新鲜了。您呐，首先什么都不会，再者说了，立体式的包装这也没有。没关系啊，啊，刚才说了什么？你包装一下呀，一刻画不就都有了吗？不是这里的环节您懂？什么叫英雄侠客啊？什么？大伙常见的那种，英雄一出场，对不对？一叶扁舟啊，悄然扁舟。偏主，别老抠我痣眼儿，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抠你痣眼儿了？吐字发音，你这算外痣是内痣？吐字发音字眼儿啊！你这行了行了啊！这不要知道点学问就年年自喜的，这好多这个成语怎么这么脏呢？这醒出来的是怎么了？还这 listen to me。我是想吐你，我说就一叶扁舟，悄然。我愿意啊，一叶扁，我就不说。对了，好的，漂亮，小宝贝儿。哎，看看人家，看看你，看看隔壁大老李。对，哪有老李的事儿？一叶扁舟，悄然而至。嗯，船头上，来站着一位英雄侠客。哦，斗笠。披风，嚯，一把佩剑，要形象的出现，配上一个英雄侠客轰轰烈烈出场的音乐，哎，音乐是最主要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嗯，壮士爱吃猪大肠，对，太恶心了，吃那个干嘛呀？壮士一出场，壮士一去不复还，复还干什么？大风凛冽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来一个轰轰烈的音乐啊，气氛渲染，这不是英雄侠客出场吗？说的这么简单，你说这么简单啊？来呀，您呢？当然了，我先问，那个咱们这有音乐，音响老师，音响老师有音乐吗？你要什么音乐？
我的天，这位的世外高人的，可是我以为这位掉沟里了呢。深沉的声音，好家伙，哎呦，够深沉的，有点如来佛祖的感觉。您也是没见过猴、就要英雄侠客出场的音乐，你说播放即可。你音响老师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跟我装他妈什么如来佛祖啊？你这泼猴，他还能听见呗？还能听见？行，有音乐就行啊。啊，把你呢来这个旁白。我还有任务呢。对呀、啊，你来这个旁白呀、啊！嚯，这是英雄出场啊，什么什么的感觉？就介绍一下，英雄就要出来了。对了，渲染一下气氛。流浪剑客，你一说音乐一放，到时候我就出场。好极了，好极了，你找我了，没问题。看你了啊！哎，老师，准备准备。行行行，您准备，您准备。哎，今天这也太有意思了啊！感谢亲朋好友的到来，今天是个普天同庆、喜极而泣的日子，因为呢，有这么一个流浪剑客到了我们小区，居委会王妈妈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剑客了。李二嫂、张大妈还有武三爷，他们等会儿，不是你们小区是哪个会所啊？我们小区现在叫诊所。这什么话呀，我们小区很长时间没有见客了，干什么呀？拉活来了？怎么最近扫黄锦呢？不是您不说的吗？见客很长时间没有见客。你不能这样啊，居委会王大妈干什么？不是，我们是王妈妈。你什么妈妈？你给我搁一边去行不行？你让他上广场给我玩玩去好不好？不是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别说小，你没有小区那个年代，嗯，那年代能说小区吗？不说小区，说什么呢？古代的时候啊，说村啊、屯啊，都这感觉的呀。屯儿，对呀、啊。哎，你听得见行不行？今天俺们这嘎达这个屯子里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好像是个剑客，这剑客叫尼古拉斯赵四儿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老厉害了，没毛病，双击666。那个，你给我整点药呗，我想跟你睡觉。老四，我有谢大脚，不找你了。怎么样，这还可以吧？这屯的感觉。这是英雄侠客呀！啊，这不乡村爱情吗？那你一说屯，我就想东北那个。不是这感觉呀！啊，你别说屯，你让你说太俗了。你说别，咱说一别的词儿。什么词儿？过去来说都客栈，客栈。哦、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客栈是。哎，就是咱们叫德云客栈。这么大气、啊、哎，哦，那德云客栈这行吗？就、哦、说我们德云客栈很久没有见客来了啊、哦，我们德云客栈很久没有见客人来了，不是好像有点问题吧？没问题、啊，到你这很久没有见客人来了，没有见客来了，哦，哟，见客来了，不是狼妈妈，你累了？哎，这两天倒双休啊。不是你说的这么轻浮，那怎么说？剑客来了，侠客，侠客来，侠客来了，剑客刚走你就来了。不是你以前是不是让老鸨子抱过呀？我刚从日本回来。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别就是英雄侠客来了。哦，您就是我给您正常的开场白。对对对对，你别这样，剑客侠客不要这个好吗？啊，好的。好好的，哎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好的啊，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您准备点啊。不要这个啊。要出去呀、啊。百家笑谈，谈笑古今。今天，我们来说一说剑客。那么剑客是没得嘞，剑客不是个奸人，他也不需要去剑客，他是个武林的高手。接下来有请剑客闪亮登场，音乐起。还什么班？音响老师跟什么？我要的是英雄出场，不是悟空出世。
你要什么？英雄出场，不是悟空出世。急什么？扎心了，老铁。合着这如来佛还直播呢，是吧？不是如来佛祖，佛祖，你别给我闹行不行？不来，要古代的，不要神话的。古代的，好。我老觉得他是不是有病啊？这阴阳师。再来一遍吧。有请我们这位剑客闪亮登场，音乐起。剑客来了。剑客停。不是你。快玩吧。你太随你爹了。不是你是着急，你是饥渴成什么样了？不是这个音乐太配合我了。这是英雄侠客出场，不是妓院开张。干什么，音响老师？真是我都失态了。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要什么？我就要那个古代英雄侠客、武林高手、功夫那种。功夫有，我就怕听见有。你别老这样了，行不行啊？他要不那样，我就不这样。有请我们的剑客第三次闪亮登场，音乐起。音乐停一下呗，你他妈有病啊。 Double Q 还猥琐发育，别浪，稳住，我们能赢，横批回防高地。我发现如来佛什么都会了，能不能好好的呀，音响老师，咱们能不能放一个正经英雄侠客出场的音乐呀？你求我。他让你求他。佛祖，我错了，你给我放一个正经的音乐就行，我感谢你八辈祖宗。好，真行啊，那我也正经点吧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说甚龙争虎斗。我师父说这玩意儿没有给俩的。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德云客栈，今天的德云客栈是非常的起满坐满，因为为了迎接一位精彩的流浪剑客，接下来我们有请剑客闪亮登场，音乐起。哎，刚从哪吒那里借来的电动风火轮，你看看，时间骑着走了，还是有点不适应。我的轮呢？轮就别找轮了啊，先回去吧。嗯，来了，我的小虾妹。
不是您，您这个样子很另类啊。另类啊。回去吧，四舅嘛。回去去找四舅去吧。哦，这位还挺厉害。哎呦呵，还带着佩剑。好沉呐。啊，不是您，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啊啊！那耳朵还不老好使呢，您怎么称呼啊？英雄不问出处，侠客不问姓什么，跟没说一样。您来自哪儿啊？来自哪儿？来自江湖。还是废话呀，您来这儿干嘛来了？来这儿干嘛来的、干嘛来的？怎么着？你可以猜一猜。我哪知道啊？您干嘛来的？干嘛来的？惩奸除恶，惩恶扬善，嚯、哦，除暴安良啊，为民除害，嘿，祸国殃民啊！这吃喝嫖赌，那怎么？鄙人被我抓到，会被我置于死地。而后生的，您给人超度来了是吗？不是，真有这人，您治得了吗？怕什么？哟呵，怕什么啊？老话怎么说？说什么？威武不能屈，嗯，贫贱不能移，嗯，富贵不能说啊，不能说，不能淫，不能淫，嗯，不能淫，我要什么富贵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您呢？这跟您那两码事儿。来，这什么两码？不是，我就问您了，您遇着这帮人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哼，我的剑，轻易的不出鞘。那要出鞘了呢？想出鞘就很难插回去。不是，您是个盲人呢？怎么说话呢？我说你是侠客呢，我是。我的剑，出剑必须见血。哦，那够厉害的。嗯。不论是你的还是我的，哎，别抽完了，抽好了，抽好了，抽好了啊！您要自尽的话，我倒不拦着。哦，那就是看这个，您也不像个会功夫的人呢。能不能别老乐呀？别看胸肌鼓鼓，不一定会武。哟，别看我胸肌平平，不一定不行。什么话呀？胳膊细，练过铁器；哟，腿细，走过草地。嚯，25000里长征，你是没赶上吧？我没赶上，我也没赶上。那您说这干嘛呀？干什么啊？要怎样？不知道您会什么呀？会什么多了。您的英雄事迹呢？听多了啊！好家伙，想当年哦，怎么样？我3岁打死了一个恶霸，只用了3拳，将他致死。您3拳打死一个恶霸？他还是个卖肉的。卖肉的？嗯，姓郑，对。别美了，我也听出来了，那不是镇关西吗？那是鲁达打的，跟武松没关系。您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，鲁智深后来不是您呢？才3拳，还3岁，你怎么不怼死自己呢？可我的事迹这么雷同吗？哪儿的雷同了？您说什么呢？这是我的故事啊！拉倒吧！不信你要问我的剑吗？我怕你拉着自己。好吧，啊、那我先收一收。真是，这不是您，不是我吗？啊，很巧合吧？怎么？当年在一个小桥的旁边，小桥，我把一群人都给骂退了，他们好些个人，领头的应该是个村长，然后当中有一个人还被我骂得吐血，哈哈，到后来乌泱乌泱全跑了。呸！这说的是你吗？啊，张飞呀，喝断挡阳桥。83万51员战将都让人喝走了，村长，那不是曹操吗？村长是哪个屯子的呀？啊！再者说了，夏侯杰吓得这肝胆破裂，这也没您的事儿啊！您这哪儿的？跟我的事迹雷同啊，又雷一模不一样。除了那些事儿，跟您都不一样。是一样的。要不你拔剑吧？好家伙！当年我在五虎上将当中，我的百步穿杨，黄忠、黄汉升，你知道的不少吧？你知道的太少了。你说什么？拔剑吧，大侠，快点！凭什么？黄忠、黄汉升，我说黄忠了吗？五虎上将，我说五虎上将，人多了，还有什么？人多了100多人呢，我们依山傍水，与朝廷作对，我的剑法小李广花荣。
也不是您说我都会的多了，您还会？当年我研究的太极，张三丰，左右虎搏术，周伯通，降龙十八掌，郭靖。哎，错了吧？啊、还有乔峰。无影脚，黄飞鸿，截拳道，李小龙，龙的传人，王力宏啊，超生游击队，那不黄宏吗？哪个是你呀、啊？净说那臭氧层的管啥用啊？谁踩着你们肾了？是谁踩着你们腰子了吗？英雄，赶紧拔剑吧，赶紧自刎，拿你的血溅死我，快！不要着急啊，一会儿这一定会血流成河的。居然不相信我，看来今天要不露两手，你也不知道我是姓什么的。对，您赶紧露两手，我们看看，您都会什么？哎，啊，点穴可以吗？点穴，白展堂啊。葵花点穴手，什么不什么菊花点，不要菊花干嘛呀？葵花，菊花点穴手吗？好家伙，您这还是土质发音的问题，无所谓了。嗯，好，真正的点穴见过吗？没见过，只在书里或者别的地方瞧过吧。我们电视里瞧过。今天让你长长眼，看看真人。离我远点，干嘛呀？伤着你不合适。行，那我挪两步，五里之外。对，五里，我都去出了剧场了，我五里店，五里店等我，五里店谁知道我还丰台镇呢，还，有点意思啊。挤按睛凝穴，按太阳穴轮刮眼眶。怎么着，自己来呀？不要逼我好吗？不要逼我好吗？您自己逼迫的自己，这是点穴眼保健操啊！啊，一共就五节操，您都五节操了，我看看。嗯，后面那三节我还没有学会。对，什么都不行，您别在这露脸了，好不好、啊？怎么什么意思？我听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您是有何感想？我没有感想。你能上来太大胆了，说自己是个侠客，结果什么都不会，那非得要露一手吗？关键得展示一下，直接花拳绣腿不值一提。谁说不值一提了？那拳讲究的是拳路，腿讲究的是腿法，花拳绣腿怎么了？你会吗？花拳绣腿想看哈、啊、我们想看多了，来来，拿拳来说吧，拳术怎么样？多了，会一百多种呢。你说说我听听。说说你听听、啊、把耳朵撩起来听着点。好的。凭什么呀？拿我当猪了？孟苏七世拳、寸金章、关东拳、斜川星丘拳、正思禅风拳、怀德摔彩拳、谭邦滚漏拳、燕青跌架拳、李逵硬崩拳、三星炮锤拳、虎鹤双形拳、有达尊拳、弥祖拳、太乙拳、太岁拳、太祖长拳、五祖鹤阳拳、太祖七十二式拳、一宗拳、二元拳、三躺拳、四通锤拳、四把岳家拳、五战拳、五虎爬山拳、六合拳、六合八法拳、七圣拳、七星保有拳、八仙拳、八极拳、九剑飞龙拳、十把内外拳、大红拳、小红拳、大成拳、密宗拳、内家拳、外家拳、阴家拳、阳家拳、火家拳、赵家拳、蔡家拳、墨家拳、朝阳拳、宝剑拳、开山拳、跑山拳、功力拳、金刚拳、波罗拳、字母拳、白眉拳、桃花拳、石门拳、地藏拳、太子剑拳，有空手、硬手、行手拳、形意、心意、如意拳、劈拳、挂拳、别拳、跳拳、弹拳、快拳、崩拳、弹拳、长拳、短拳、横拳、断拳、南拳、太拳、软拳、花拳、劈挂手拳、自然拳、阴阳太极拳、武当太乙、五行拳。好。您会的还真多，当然了，挨个给我们练练，练练啊！不可能，怎么呢？我道开了。你什么道开了？我绷带开了。绷带干嘛用的呀？这两天肩周炎犯了。好嘛，练拳能练出肩周炎来？这不总练啊，所以说肩部难免有些不适。行，肩周炎练不了。我们的江湖话叫不得劲儿啊，对。听着还像铁岭那嘎达的啊，您这个肩膀子不得劲儿，那就花拳就练不了了。那是练不了。对，那您练练绣腿怎么样？绣腿啊，绣腿也练不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，有痛风，先天性的半月板损坏，前后交叉十字韧带全部撕裂。哎，你那剑是不是就从大腿里攮进去的呀？
是瞧不起我吗？是看不起我吗？难道今天非得露一手吗？我们就得看看。这我听听我的拳术啊，有梦苏气。我不听这个。要听要看什么？合着半天了，就是为背了自己这点贯口来的是吧？谁？我不要这个，我就要看秀腿。秀腿。对了，好，听听我的腿法。对，不听腿法，不听要看。非得练两手吗？非得练。非得练两手吗？对了，今天站着别动，不动。一脚一脚，我踢你前列腺，你等着。您也踢不了多远呢，你甭管五里地还是六里地，秀腿听，记住了啊，眼睛盯着我啊，我盯着你，我不离开。嗯，咱瞅瞅他怎么个秀腿。嚯，哟，您这干嘛呢？我秀腿呢。别害臊。